第十条件吩咐我们做什么？第十条件吩咐我们做什么？第十条件吩咐我们无论处什么境遇，总要知足，并要对别人和他一切所有的存正当的爱心。第十条件吩咐我们无论处什么境遇，总要知足，并要对别人和他一切所有的存正当的爱心。